妈，你赶紧用这第一度假好人肾脆皮的所在冰敷一下，安尼才会当消肿。来来来，亲妈，啊，这第一度泡的啦，淋淋的哦，较会解酒吼。来，哦，谢你哦，妈，谢你哦。这是不是是真歹看？你敢唔想过，你是啥物身份的人？你伫咧公共场所敢唔相拍？你敢唔惊这种代志上新闻？你唔惊叫人笑？俊成，莫安尼啦，妈唔是调工的啊。啊，无你是爱我安怎？哎，是尤秀英医生动手拍坏呢。敢讲你爱我徛点点伫遐，互伊拍到流血流滴哦？安尼敢唔较好看？敢袂上新闻？妈，你莫生气啦，俊生唔是这个意思啦。你敢袂用小心一下？大家拢知影你是富贵饭店高董事长的妈妈呢，你敢无想过我的立场、我的感受？富贵饭店的董事长是阁安怎啦？敢讲你为着要顾饭店的名声？甘愿予恁妈妈受委屈，你敢有顾虑到我的立场？敢有顾虑到我的感受？妈，伊拢无要听我讲话啦，你嘛倒想办法，小可排解一下，莫阁用继续弯落去啊啦。好，你敢真正甲吴清源交往过啊？妈，你那壶不开提那壶，你这时阵讲这，你是夜叉提会倒啊？啊，你不是讲叫我卖够用弯落？啊，你看，啊，即马两个唔掂伊啊，受孽啦！嗯，妈，啊，你甲吴院长交往已经是足久足久以前的代志啊，啊，是安怎袂甲阮讲啊？佳佳，你母阿囝真正是有那白白忙的哈，刘佳佳，你倒要讲那是足久足久以前的代志啊，是要讲啥啦？好啊好啊啦，拢莫搁讲啊，这个代志到这为止就好啊，啥物拢莫搁讲啊，尤其是别当我爸知影。是安怎袂让我爸知影？我已经有打电话给洪玉华，叫伊带爸回来主持公道啊！啊，佳佳，啊你来叫亲家回来，啊你钱唔甲吴院长伊两个较早互相意爱的代志，唔着瘪空啊！哦，妈，啊你那也算是瘪空啦！啊，阮大哥甲吴院长交往嘛是伫咧甲阮大哥结婚进前的代志啊。啊，这也不是什么见笑代，而且即马是自由谈恋爱的社会，啊，结婚之前你要跟什么人做伙拢会用的啊，敢不是？打电话，靠王玉华，叫伊卖带伴你回来，紧嘞！是安怎要靠王玉华？妈叫你卡，你就卡啦！你若是唔卡，我马上跟他离婚。马上卡。不是爸回来啊！啊，我跟恁讲，咱即马都改做我伫厝内底，莫开门，莫开门。大姐，我查到你拢伫内底，快紧来开门。哎呀，他恁嘛骗袂过爸，俊生，即马是要安怎啦？我看只有看书办事啊，你去开门。这个代志绝对袂当阮爸知影，等你甲爸讲话的时阵，千万袂当提起妈要过吴姨丈的代志。哦，这件代志我嘛甲王小华讲啊。我先去开门。
就是。啊。日本，我听讲你在外口，敢讲一张夫人去冲突，甚至冤家相拍，什么原因呢？是这边误会了。不过拄则佳佳在电话内面讲啊，足紧张的，代志应该无遐尔简单啦。无啊，我哪有讲啊足紧张的？我只是讲吼，妈心情无好，走去饮酒，拄啊好拄着江院长啊。后来院长夫人唔知影是安怎，误会妈甲江院长有无正当的关系？佳佳。来，你嘴干，啉水。我袂嘴干啦。佳佳，你继续讲。王院长夫人误会了，滚到王院长，刷落来。爸，刷落来，搁较精彩哦。迄院长夫人忽然间抓狂，跑去餐厅抓狗，干嘛哦？油头脏啊，身嘴皮，两个人安尼拍个安尼面。佳佳，佳佳，我袂嘴干啦。佳佳，顺先叫你啉，你就啉啦。啉啦，啉啦，啉得啦。哦。哎，好嘞，家仔啦，我们去甲妈斗三工，妈才无代志。爸，咱代志的经过就是安尼啊，无啊。讲嘛奇怪嘞，想到无代无志，我一定夫人会怀疑丽君，甲我一定有什么暧昧嘞。哦，爸，那是因为哦，佳佳，啊是我来讲就好啦。啊，既然是误会，安尼哦，一定是院长夫人哦，伊家己想伤济啊啦。啊，其实哦，秦甲吴院长哦，人因足早以前就熟识啊，因两个哦，只是咧开讲过去的代志，安尼尔啦。嗯，好、哦，妈，啊，哦，吹打，你吹打，我、哦，给你啦。原来你跟王院长早就熟识啊？嘿，啊，唔那熟识啦，啊，因两个可是初恋的呢。啊，妈，是讲亲家啊，啊，因那代志吼，都过去遐尼久啊，啊，查甫人吼都爱较有度量的，啊，而且你即马嘛娶二房啊。啊！你就莫阁甲亲母计较啊！啊，我相信讲吼，因即马已经无咧交叉啊，啊嘛绝对吼无可能发生迄暧昧的代志啦，对不？亲母，哈、啊，无你是讲啥话哈？我干嘛你替我讲话啦？无啦，亲母，我安尼讲拢为你好呢，我是倒位讲唔对啊？你这就是唔对啦！这是阮的家内事，敢轮到你开嘴啦？妈，你安尼讲足无够意思的呢。算起来哦，阮妈甲咱厝内底嘛算是一家人啊。而且拄则阮两个人搁联手替你对付院长夫人呢。你安尼讲，袂输阮妈是外人共款。姐姐，你嘛共款啦。这个代志我甲妈向爸解释就好啊。你也莫搁讲啊。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耳朵被擦。来来来，头壳疼啊！啊！我来，我来，想起什么代志啊？你是外相，凭什么管我？丽君啊！我问你，我警告你。五义德。爸，你讲什么人无义德啊？啊，煞唔知你讲迄吴院长啦，啊，何伊某安尼，安尼这么强，安尼咧乌乱打人，啊，当然嘛是无义德。妈咪，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代志啊？啊？我老实着，坦白讲，我甲丽君确实是有交往过，也毋过是以前的代志啊。啊，阮两个人嘛，家己家庭啦，爱大感情，只是以前的起点，今仔做，才放心。我介意有感情来往的，
我想起来，王一定有甲我讲过，有甲丽君交往的代志。吼、哦，看起来爸开始想起真济代志啊！就安尼落去吼，爸恢复记忆应该足紧啊啦。我伫看，爸会想起来，伊发生意外的时阵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